我哋香港人真係思維清晰，質素高。大家請留意觀看呢一段影片。叫林鄭月娥排隊啊！排隊啊！嚟排隊嚇、啊，叫佢嚟排下隊嘛！你幾多老人家？幾辛苦？其實佢嗰邊都都驗到有污水，不過佢就點解佢唔使排隊咧？你問點解唔使排咧？點解啲官唔使排隊？因為佢話自己做咗快速檢測就我咁我屋企都做啦，咁你又唔承認噶嘛？呢啲咧就冇怨氣嘅，而家知搞到怨氣出曬嚟。安排不善，處理不當。政府嘛，高度配合啲政府防疫政策啫嘛，即係政府叫你做咩，你香港人做咩噶啦？你邊有得揀啫？即係啲新聞都報啊，呢啲市民覺得受壓嘅啊，唔合理嘅，人哋都仲有話事權啦、啊，啲市民。你香港你出聲，你咪入去坐監啦、啊。你有意見咪咩咯？又入罪咯，以言入罪啊嘛！依家啊，我依家講嘢我都入罪啊，所以你唔好影我個樣啊！不嬲都冇噶啦，真係以前都有少少，依家就直頭冇埋啦！依家係啊，點睇咧就冇眼睇啊！真係好無聊兼且多餘嘅，真係嗰啲咩髮型屋啊！宗教啊，嗰啲全話要禁咧，都係多此一舉啊！你睇邊度唔多人啫？香港地搭巴士、搭地鐵，嗰啲人流聚集仲勁啦！你封埋佢咯喎，一條街幾多人係咪先？嗰啲搭車搭的士啊，仲危險啦！你唔封埋嗰啲巴士幾多人啊？真係咩兩個家庭嗰啲不能超過，又係多餘嘅，係咯？條街唔係人，即係街嗰啲冇菌嘅，家庭嗰啲先有菌嘅。跟住嗰啲咩啊？餐廳啊，嗰啲二人四人又係多餘啊！嚴禁宴會，定但係就可以俾你批准進行普通嘅餐廳，又係多餘啊！即係你擺宴會，有病菌啊！但係你當餐廳就冇病菌嘅啦。啊，笑話嚟嘅呢啲真係高官就永遠都係坐喺室內度諗啲天馬行空嘅政策啊！天馬行空嘅政策去規管你啲市民啊！真係～多此一句嘅啫，全部都系笑话嚟啊，几好笑，几得意啊！但系冇办法，你唔遵守咪俾钱咯，唔遵守咪又系犯法咯，系咪先？成万蚊，成万咯，你咪俾咯。以前五千咪都夸张啊，依家成万啊，仲夸张。咁啦，你香港市民要全部乖乖地啦，系啦，乖乖地。边个有意见就边个行先啦，啊。大唔大？即係乜鬼啊？你點 check 啫？即係我隔離屋打麻將，我報警拉佢啦！成我隔離屋報打麻將啊，起碼超過幾個家庭啊嚇，係咪先？你嗰啲以前嗰啲什麼飯局嗰啲中大劑啦，咪求其攞個人出嚟算數係咪先？咪係咯。根本就係規管你啲香港普通市民啫嘛，要守法都係你啲成日出嚟做嘢啊、揾食嗰啲啊、拋頭露面啊嗰啲人啫嘛。查鬼咩？德國人查你咩？自己人真係，啲自己人查自己人，香港政府嚟嘛？點會查啫？真係。好似我屋企個仔賴嘢，我都唔會告佢啦，係咪先？阿仔冇事冇事冇事，哥哥啊爸爸攬你係咪先？咁啊，求其交個人啦，你唔關事嘅咪交出嚟啦，你嗰啲自己人咪冇事。阿蔡 Sir 嗰啲你睇有冇事啊？啊唔好亂噏，唔好亂噏嘢，唔好亂啊，唔得罪得嘅。你嗰啲防疫政策又無聊啦，係啊。不過冇話，可能遲啲交通工具都納入埋嗰個。哦，咪納咯，啲係要咁行噶啦，真係全部都要打針噶啦。
你打完針又中嘅，唔打又中嘅。啲教授都講啦，打唔打針你都死嘅啦，係咪先？係咪先？但係依家你唔打你係犯法啊嘛，同埋邊度都去唔到啊嘛。你打針都仲有啲地方去啊，你唔打咧就政府又規管你，你呢度唔去得，嗰度唔去得，係啦。你總之你哋就要一樣嘢，你就犧牲一樣嘢，係咪先？我依家好多朋友佢以前都冇打，依家全部都要打，系咪先？你留得香港咧，就要遵守，就要跟香港嗰个游戏去玩啊！你唔跟咪走咯，系啦。你既然留得低又走唔到，咪乖乖地啦吓。香港而家都好似系跟快咗，跟咗好耐啦，边系依家啫？跟咗好耐啊，边系依家？是不是？如果維持太高，太高，跟上面的嘛，我們高度配合的嘛，跟這個祖國偉大的祖國跟黨走的，我們是的，我們聽黨話跟黨走的，我們高度配合，乖乖地，總之我們是乖乖地。有運行，有運行，我唔使企喺度排隊啦。有運行，唉，真係啊！好彩依家冬天啊，夏天死人啊！上次都係夏天啊，夏天咪又咁樣強檢，一年玩你幾轉咁啊！這個精神折磨，係啊！我哋啲後生仔還算好啊！啲老人家嗰啲推輪椅嗰啲，我唔知佢哋點算啊，係咪先？呢幾日係今日公司先 order， 我哋全部過嚟檢測啫嘛。早幾日經過見到，哇，使唔使咁誇張啊？咁多人啊，哇，睇到心噏啊！點知啊，今日到自己啦，啊，現眼報啦，啊，早幾日喺度笑人，依家笑翻自己，係啊。你嗰啲特首高官咪喺電視度睇嘅，哇！呢班人啊，哎呀，排隊啊，好睇啊，好睇啊，折磨下佢哋先，過癮啊，過癮啊，咁啊。係喎，佢自己就快。咁咪係咯，你啲有錢人啲官嗰啲使乜捱呢啲苦，係我哋捱啫嘛，啲全部都老人家嚇、阿伯嚇、細路仔。其實咧，如果人數多起嚟。過萬宗咁啊，誇張啦！過萬宗，你成香港癱瘓啦！你香港700,000人，700,000人，即係講緊一個鐘。哇！呢度起碼幾廿個鐘啊！幾長咧？你覺得會？條咩幾長啊？即係如果咁多人要維持仲呢個方冇冇得搞，根本你又冇得搞。如果你淨係齋搞呢啲檢測，冇得搞，根本就係、是。